宗教里面的教学都说经典是上天传下来的，跟释迦牟尼佛完全不一样。善释迦牟尼佛是自己开悟的，开悟之后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呀，那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是佛法跟宗教讲的完全不相同，宗教里头没这种说法，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承认所有众生都有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能力，同样的相好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现的人一点都不稀奇。为什么会有差别呢？释迦牟尼佛讲了一句话，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把我们的毛病说穿了。我们有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你自性里头，也就是你真心里面的智慧，德能向好，不能现前的。这些烦恼，烦恼习气把它障碍住了。只要你能把烦恼习气放下，你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通通现前，你跟佛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世尊教学，他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，真话。不但我们人，每个人本来是佛，连畜生、蚊虫、蚂蚁本来都是佛，连这个恶鬼道、地狱道没有不是的，通通都是啊。只是他有执着，他有分别，他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不能证得。